少一首歌就少一首歌啊，因为一首歌而已嘛，歌再写就有了，又不是写不出来。因为其实这歌我已经不收了嘛，就没有说好像要再去跟他谈什么授权那些有的没有。可是这首歌还是可以唱吗？还是不能唱？其实我也不想唱啊。哦。所以目前专辑就可能少一首歌嘛，因为你 IG 有说到这样子的状况。就是对啊，就是少一首歌就少一首歌啊，因为其实就是一首歌而已嘛，歌再写就有了，又不是写不出来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对无所谓这样。而且其实我这张专辑本来就蛮有诚意，它其实就是本来就已经12首、13首歌，它并不是说少了这一首，然后变成8首、9首，就是其实本来我这张专辑它就是比较多首歌，对。所以跟对方的距离目前到一段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告一段落，就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已经告一段落，因为其实这歌我已经不收了嘛，就没有说好像要再去跟他谈什么授权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所以就是，对啊。那基本上多的时间我们都拿来打电动了。是是是。可是这首歌还是可以唱吗？还是不能唱？就是我也不想唱啊。不是狗哥的歌超多的啊，有对不对？根本就对，演唱会歌单一排就50几首，不知道怎么唱了。因为接下来还有那个小巨蛋2寸啊，那歌单的安排自己都想好了？有，就是有在排了，然后就初步的那些雏形啊、轮廓都有出来，然后现在在细修一些编曲，因为很多歌比较旧的歌。要重新编曲，让大家有一个新的感觉，对。然后嘉宾其实也现在都在敲定当中，这样。嘉宾不会就在现场？对啊。这是真的找不到嘉宾的时候。备胎就是备胎。我们一上场就知道是嘉宾，是的。我们就跟乐手一样，基本上都要上台的。